椒的味道。今天我们来到了芙蓉的沙滩，然后呢，这里有很多自己做的沙雕，我们先看一看，然后等一下再去玩沙。你想要去玩沙，对不对？对。好了，我们绕一圈了，走了。
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